主料尖椒150克酸豆角150克辅料油盐蒜瓣酱油鸡精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分钟内蒜豆角切断尖椒切丁蒜瓣切片做锅放油爆香蒜片倒入尖椒翻炒一会儿放酸豆角翻炒一会儿放盐酱油鸡精拌匀即可出锅了烹饪技巧酸豆角本身含有盐分放盐的时候要适量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